来，我们家大客人来，这次年假很感谢大家来这边逛街啊，特别撩人，很暖。我们家大客人来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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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这边三个。一个。四个。美女，算你让豆腐拿过来。来，算什么东西？我叫你。来，他给我三八倍嘞。来，最后两位。来，最后两位。来，他给我最后两个人。来，全三位，看看。嗯啊，这句话是谁？你看到你啦！啊你，八万几万啦！你故意的，这是人。来，最后两百个人。来，最后两百个人。最后一个了，五个了。哦，谢谢。五个。不纠结了，七点两个。出场我第一个买一箱鲍鱼，你站在我旁边，是哦。哦哟，你买一箱的话，应该是在左手边这边有买一箱鲍鱼。买一箱鲍鱼是在左边这个角落那一位。七个客人吃，他靠七。所以应该是吧，对不对？只有两个，只有两个。我记得有买一箱鲍鱼的是左手边那一位。两个人给你，来，我给你看过了，七、两、三、四。那这边五五个人客，阿边都唔吃人啊，阿袂恁五个人客吃，佫开百五好无？佫开百二，佫开100咯，好吧？你们四个把我这里通通买一买，阿五个把我这里通通买一买，谢谢你们五位，一个人很大包，要努力的吃哈，好嘛？阿等于要讲囡仔，我哪会使？讲安讲波拢会使，你们卖互相伤害啦。哦，还有签的，我一些很多。不要签字，欢迎来，豆花鱿鱼来。来，大哥先讲。来，豆花鱿鱼，大家好。来，豆花鱿鱼来。来，开始，你可以放在盘子上面哦，那空空的没关系。来，豆花鱿鱼。Hello， 文浩 ，Hello， 你到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是霞浦来。来，一千平板，来1000个平板。文浩，你到了吗？你的科华鱿鱼在桌上哦。我来，谢谢。来，鸡腿排骨，我来给你们包回来。嗯，哎，脚留一份，来不及了，没了没了。我要几人？要几人？停阿姑的囡仔叫神，台语叫啥？台语。姑姑的囝叫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姑的囝。阿姑的囝叫啥物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条一百点票，三十票是爱卖你四阿姨，没四阿姨，没四大，要吃小香肠，超好吃的，来300块，三百收钱呀，来200块，来小香肠200块，八个客人吃，都是卖八个客人，一个人不是13条，我卖200哦，不是14条、15条、16条、18条、20条，200块。文浩，对啊，那个科花鱿鱼在桌上，在那里。八位而已，真的很好吃，用真的用烤的，冷霸过来脆皮小香肠。记得别讲我的小香肠哎，他记得啊，你别再剪接了，来来，剪接的别塞，来冷霸货。谢谢师傅。给30秒呢。
三十条一条村啦，好话呢，甲咱叫，卖讲要赚人钱啦，甲咱要这块地块都袂好啦。来，两包拢话，还再包给我，来五个人三十条，不是一个六条嘞，是一个人三十条嘞，我三十条分好。来，要炖排骨，要吃的六个客人而已，不要再我介绍了。因为哦，各大网友哈，大家都攻占了，一次冲冲，超好吃的，来200块，六个而已，要炖排骨，青椒，我还另发面粉哦，三宝哦，三宝，礼拜六哦，两个，一公斤的，两个，来龙虾好。不是一包200，是两包给，来200块。我卖住了，对不起，怎么样？来喝啊喝啊，卖西瓜。来要炖排骨来。喝了。来老林，有什么希望？来要炖排骨，喝不啦？喝吧。哎，春节呢？来修，有关联。在后面的家里，后面的家里，来500的，来加煎鲫鱼来，哎，这个糯骨茶要炖排骨也可以，要炖排骨还不错哎。阿师傅，阿妹妹，林国清，拜拜。你现在太太紧了，是吧？来煎鲫鱼来。台语吼，咱恁爸爸妈妈拢知啊，即个做鸡鸡骨啦，还要鸡骨伊知吼，就好食鸡骨嘛，都起毛，而且没有刺，中间一块骨头。哦啊，国语人咧用剑齿语言去等等啊，前面一根条安尼，就好食，即把都皮咧，而且拢无刺啊。但是你外口穿一条800块，啊要食300块，要点鸡鱼要300，鸡骨来300，鸡骨300，不然要金钱哦。哎、欸，这是超工搁配搁甲你下台啊，等于你做工本来真正好食的啦，这条搁好用啦。来鸡骨300，有人要煎鸡骨嘛？来300，拢无人要饮钱，300块你好收起哦。来300，鸡骨搁人要煎嘛？来300，你阿好，阿无你起价无来200块我。1箱多少钱？鸡骨200，1200，谢谢。来鸡骨200块拢买啊！好喝没？爸爸要吃我。别啊！别啊！别啊！谢谢大家，真的太平了。连我爸四条，来200块，200块来，做好吃，就变成200块嘛，变成。你老抓过这样吃，你讲怎样？我咧病了，实在是受伤啊！你老抓要卖这吼，地位真正伊搁落地，我靠袂啊！伊无可能搁落地啊！好有一地我十块哦，来最后两个人给两屁股，来200了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真得啊，这不算拼搏，只要你真的性格好点。来最后一组客人来200块来，他就要两只屁股，200块，再看几点我带你们吃，来200春节两杯，来三两杯，好久。再买一张会太多吗？来，这样节能吧，大会一百能票，我会一百。谢谢你，好。龙华啊，来，有要鸡骨的，三人吃完的，来，搁两包我嘞。要第二份哦，第二份哦，来，这条过来，两包好。有了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还有人点吗？来，别吃黑胡椒猪排来，两包好了。好。来200块来，黑胡椒猪排200，3.4份哦。可以了，对吧？1600。两个香味很接近。
是哦。哎，白金优，你两个都吃过，那你说的很准，你说的有说服力。你要结婚吗？咋了？啥的？你们来找。哎，哪个修啊？啊！你看有啊无？一直修。有啊无？对啦。对不起。来，让阿伟加油。这边三个也还没拿哦。伊粉丝讲叫你阿细声的啊。哦，你粉丝讲叫我阿细声。我粉丝对不起。来，喂，麦哥，来一千找老板。来，老弟，来老弟。来十袋哦，你来。来两份，还有一份。好，好，你这方短的啊。来200块啦，今年给陆总。来3份，三点就好了。6片，来8片，来10片，好，真的欢喜的。你成交了。很好，我们去三楼呀。我来了。你干了，惊死。来了，对。来8片，来10片。来200块来，我们全拢欢喜。来上头关掉，铁路出牌，慢慢卖完喽。来4袋、6袋、8袋，来10袋，你来进来200块，剩一个了，铁路出牌。下一个。哦，今天最后一个5片，5片、9片、10片。够吗？够。哦，剩两个了。哇，够啊，够不完那种哦。200块。不一定哦。哎呦，200块，什么时代都百块，你那么有？我点过去嘞。哎，200块来，谢谢。来，哦，兄弟俩，这兄弟俩嘛，哎，慢慢来。有来吗？有啦。你想起来一个人过？来7袋，8袋、9袋，来10袋。来200块，给侬200块吧。过来来40块，存2袋，等于7家。哎，左边脸颊一片，右边脸颊一片，卡敷脸。来，明天滚滚的来，快快的来。来，他靠秋有6个客人在那边，6个客人嘛，哪边嘛？有哎，五啦，五位啦，5个客人，我去，哎，这边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包5个吗？还有2个。这边，我老了。我叫那边。你大声啊！哦，我大声啊！那个谁，我包一片。大香肠啊！小香肠啊！一条萝卜，来烟钱。来，小香肠上来。大香肠。来，小香肠。大香肠。这种大呀！好，阿娇。烟钱。没问题，大家上去摆摊的。来回去摆200块来，花枝牌，200块好吃的花枝牌，今天真叫好吃的，1片35块，1人6片，7片，8片，9片，10片，12片，14片，200块哦，15片，来200块，冷八，弄完哦，200块，还能喝不？来，今天来，回去摆200块，过来买钱吧，200拿起来啊，15片的还不买哦，好来，你要我来。来200块来，我你们钱包多少？新加坡，哎，1万靠你啊，1万靠你的早餐，哦，你说这个？我到你这边，来吃我煎的花鸡来，来200块。200块。不要不要钱了，来200块嘞。来这边来，来200块来，来回去来200块，不然没钱包。来注意，注意还到。老百姓啊！真的是老百姓，没办法。冷爸喝的，比你老婆还厉害多。在哪里有枪一点？另一个，来回地摆冷爸。冷爸喝200块来回地摆，来进来这边。200块。
来上头发了，来十五片200，来再多五片，来200块我吃饭。刚才去买鲑鱼有看到我，是哦，丽斯你好。我来上头发了，一样十五片给你，赶快。好耶！给你摆边冷包。弄完嘞，来冷包了，来最好吃最好吃。阿妹妹也去，这里来吧，来谢谢你，来200块，冷包。